大家好，大家正在收看的就是香气四溢的当妮直播现场。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双语主持人 Annelyn， 见到大家很荣幸，很高兴。当妮的电波主持人 V 告了，给大家，是不是大家都看过了吧？那么大家知道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在哪里的吗？对，没错，在韩国。为什么呢？我们在还在特殊时期，所以呢，今天我们的女神 Lisa 呢，在韩国参加这场的“当你越舞越香，当你就好”活动，马上就将要见到她，就是我们的女神了。就是我知道大家都是为了她来到我们这个现场，关注着，正在看着我们的直播，是不是？稍后呢，当你品牌代言人 Lisa 将会来到我们的现场和大家进行沟通，进行互动，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持续的锁定当你，锁定 Lisa， 不要走开哦。好的，接下来呢，我先来和大家悄悄的透露一下，据我所知呢，今天的活动呢，就是可谓是精心设置。Lisa 还将化身时尚 icon， 给大家教步步生香的出街搭配，还有约会搭配，所以呢，请大家多多期待一下，好吗？然后呢，大家别忘了和我们进行的弹幕互动，说说你最喜欢 Lisa 的哪一点啊，或者是可以和 Lisa 表达中国粉丝们对你们的喜爱，好吗？多多参与进来，好吗？大家也可以多多点击分享一下我们现场，现在这个直播，给朋友们，然后呢，邀请他们来到观看我们 Lisa 的这个当妮直播。今天的活动呢，我们也准备了非常有趣的抽奖，抽奖也准备了，将会有就是在此那个两次的系统后台弹品，各抽出五名幸运观众，送出当妮留香珠各一瓶。那么直播画面上将会出现抽奖的按钮，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一点一定要记住。然后呢，中奖的粉丝呢，把中奖的截图和淘宝用户名 ID 截图呢，私信给当妮官方微博，可以获得 Lisa 同款的当妮留香珠一瓶，特别的优惠，是不是？大家一定要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同时呢，我们的 Lisa 还为大家准备了亲手的签名，所以呢，请大家不要错过这次的机会。大家在去直播的时候呢 ，Lisa 的美照带话题是什么话题呢？当你 Lisa 这个话题，然后发微博 @当妮，然后将会有机会获得 Lisa 的签名写真哦，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说不定幸运儿就是你，拼手速更是拼运气。说到当妮呢，相信很多看过《青春有你二》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非常的不陌生了。不仅练习生学员在用这个当妮，也是我们的舞蹈导师 Lisa 的中国代言，是吧？Lisa 和当妮一起携手引领着衣物香水的风潮，然后做精致的小女生。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当妮留香珠，一共有六种香味，都有什么样的香味呢？首先是红玫瑰香、粉红茉莉香、草木清香、樱花、兰花和薰衣草。在洗衣的时候使用，会让洗完的衣服持久留香，而且呢，运动的时候越动越香，不管是运动、吃火锅都可以香香的。好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现场，跟着我们的镜头看一下我们的现场怎么样？现场的气氛风格特别特别时尚，特别动感，是不是？红黑色调非常的有那种 girl power 的那种感觉。那么现在我们缺少的
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就是她，是不是？极具 girl power 的 Lisa。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掌声有请，当你代言人 Lisa 出场。네안녕하세요，สวัสดีค่ะ。请坐，哇，真的，哇，太美了，太美了，哦，너무아름눈이부셔 반갑습니다，见到你很高兴。首先呢，和我们的粉丝们打个招呼好吗？Hello，大家好，很高兴见到大家。哇哦！说中文这么厉害，没想到真的，我们的 Lisa 呢精心准备了，为了大家就是中文的打招呼，真的非常的贴心，是不是？非常的开心能见到我们的 Lisa。然后呢，我首先代表当你这个品牌很感谢，也非常的荣幸能够与 Lisa 这次进行合作。那首先呢，问一下我们的 Lisa，这次对于我们这次的合作。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รู้สึกตื่นเต้นดีใจแล้วก็เป็นเกียรติมากๆเลยค่ะที่ได้ร่วมงานกับดาวนี่นะคะแล้วก็ส่วนตัวแล้วได้ใช้ดาวนี่เป็นประจำอยู่แล้วค่ะก็ดีใจมากๆเลยค่ะ哦，哇，看来 Lisa 真的是当你的忠实粉丝，忠实的用户，点赞了，太棒了。我就要就慢的，那么现在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那个粉丝朋友呢，肯定大家都知道是吧？Lisa 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女爱豆哦，然后呢跳舞担当是不是？所以呢，Lisa 呢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舞台经验吗？จริงๆแล้วมัน simple มากๆเลยค่ะที่อย่างนี้แต่ว่าคือพวกหนูได้ฝึกซ้อมกันมาเป็นระยะเวลานานก็เลยค่อนข้างจะอีกสุดเคจอยสุดซะเรสมูเดวีอุลลักกันกันยังตักกันยังชาชิงกันมีเกตักข้ามันเนี่ยเดท่าใช้ติเกย์哦，自信最重要，对啊，自信最重要。简单的这种方式，坚持下去是那个力量最大的，是不是？那么很长时间，我像我们的 Lisa 一样练习啊，或者是跳舞啊，之后呢，Lisa 还能保持这样的清新的状态，这是不是这秘诀是什么呢？是不是因为用了我们的 Danny 留香珠呢？Yes，崇拜哟，你 ，Yes，of 原来是 course。这样的，不愧是我们的当你代言人。那么，Lisa 可以分享一下我们的当你留香珠的使用感受吗？เขาก็หนูจะมีเวลาฝึกซ้อมค่อนข้างนานนะคะต้องแบบเต้นหลายชั่วโมงอะไรเงี้ยค่ะแต่ว่าหนูรู้สึกว่าพอใช้ดาวนี่แล้วเนี่ยคือมันจะไม่ค่อยได้กลิ่นเหงื่อเลยค่ะมันจะได้กลิ่นแบบฟุ้งที่แบบหอมอะไรเงี้ยค่ะก็เลยไม่เป็นปัญหาเลยค่ะเวลาซ้อมเต้นไม่ว่าจะซ้อมเหนื่อยหรือเหงื่อออกแค่ไหนก็ยังสดชื่นได้ตลอดวันเลยค่ะ哦，是这样的哦，Lisa 真的是，真的是非常称职的代言人，是不是？我这么觉得，Lisa 就是留香秘密武器，就是我们的 Danny 留香珠，是吧？跳舞的时候一定要用这个，留香珠，因为是那个让你越动越香，是不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为了那大家都知道，我们的 Lisa 呢，最近呢参加了中国的一个综艺节目，是吧？《青春有你》，就是在这个节目当中，Lisa 呢积累了很多很多经验。这个太漂亮的导师，现在很可爱，那个节目里面的很那个非常帅气的一个导师，是不是？那么作为一名合格的女爱豆，除了展现出来那个绝佳的舞台实力，还有表情啊什么的，除此之外，我还关注到了我们的 Lisa 的身材管理的那种方面的特长棒的非常棒的一面。那么就是这样吧，这么表达吧，就是很纤瘦又健康的那种感觉。所以呢。特美特美的那种感觉 我们的当妮留香珠一样，就是它拥有着小蛮腰，小蛮腰特别漂亮。那么接下来呢，想问一下 Lisa，能够保持现在这么漂亮身材的秘诀是什么呢？是靠运动呢，还是是靠跳舞呢？ออกกำลังกายบ้างค่ะsometimes I go Pilates
or ปกติถ้าเต้นก็คือมันได้ออกกำลังกายอยู่แล้วค่ะมันก็เลยเผาผลาญแบบ it's burn ค่ะก็คงจะเป็นวิธีลดน้ำหนักอย่างหนึ่งมั้งค่ะโอ้他声音好漂亮，목소리가너무사랑스러워요 太漂亮了，就是啊，就是。那么我们今天 Lisa 可以在现场分享一下一些美丽的小秘诀吧。嗯，好，怎么样呢？比如说平时在家健身的时候啊，或者是什么饮食搭配上有什么方法，有什么秘诀呢？可以分享一下吗？ก็อาจจะดู stretching นิดหน่อยแบบง่ายๆค่ะแล้วก็คือหนูเป็นคนที่ชอบกินผลไม้อยู่แล้วก็คือจะไม่ให้ผลไม้ขาดตู้เย็นเลยค่ะก็จะมีผลไม้ตลอดเวลาค่ะแล้วก็กินน้ำเยอะๆค่ะเป็นทริคอย่างนึงเลยค่ะโอ้原来是这样啊啊学到了大家学到了吗嗯我们都学到了还有我们的丹尼也提醒大家尤其是我们的女性朋友提醒大家不用追求太过分的那种瘦的状态像我们的丽莎一样啊这健康的瘦身多好啊就是自信的你是最棒的你是不是然后呢当你鼓励现代女性要随性展示态度然后呢勇敢秀出自己因为你完美的状态不为取悦他人只为取悦自己请记住这一点。那刚刚 Lisa 也提到了经常运动啊跳舞啊这种过程当中完成了这么漂亮的身体身材。那么健身啊或者是跳舞的时候之前会做什么样的准备呢ใช้ดาวนี่ค่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อย่างที่หนูบอกค่ะว่าพวกเราต้องออกกำลังกายกันเป็นเวลานานๆเพราะว่าถ้าเราไม่มีกลิ่นเสื้อผ้าที่มันหอมพอเนี่ยกลิ่นเหงื่อหรือ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นี้มันจะแบบมันจะไม่น่าดมอะไรเงี้ยค่ะก็เลยต้องใช้ดาวนี่ค่ะโอ้是的是的就是啊就是那么现在呢大家知道了吧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种香味正在等着大家的选择等着大家有什么样的香味呢红玫瑰香粉红茉莉香然后呢草木清香大家洗衣的时候使用的话呢会让衣服持久留香而且呢越动越香那么听说我们的 Lisa 最喜欢的香味就是红玫瑰香味对吗Yes哦是这样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挑战一下作为当你的代言人我们挑战一下是什么样的挑战呢丽莎有没有自信可以辨认出不同香味的当你留香珠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呢我们遮住香味之后呢让我们的丽莎来闻一闻然后猜猜是什么味道就是这样的挑战 OK OK 好的我走吧啊不用走了、我给你第一个就是啊要闭眼睛要闭眼睛눈감으셔야돼요자第一个rose wow is it rose 叮咚叮、对呀、对呀、玫瑰香答对了哇不愧是我们那个代言人是的那么这个当妮的玫瑰香呢就是这个当妮的这个香味呢来自于全球全球那么这个玫瑰香的灵感来自于大麻是个玫瑰对的大麻是个玫瑰特别漂亮是不是那么接下来第二个来吧真好好好one more time lav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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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会不会是 lavender lavender 吗 lavender, 真的吗叮咚叮对正确就是 lavender 薰衣草对啊不愧是我们的 Lisa 了这个薰衣草呢来自于法国的薰衣草对啊法国的薰衣草那么我们最后一个是什么味道呢什么香味呢坑坑
有点难哈，好像有点难，是吧？再来一次吗？한번더 I think it's grass. It smells like grass. 아 好, 好像没有自信的样子 Grass. 긴감이없어보이시는데 Grass. 오答对了答对了太厉害了哇、wow. oh. 哇太厉害三个都答对了哇 Lisa 我们的 Lisa 不愧是我们当地品牌代言人真的哇太厉害好的好那么接下来呢麻烦我们的工作人员撤下我们的道具谢谢那现在呢也到了我们的抽奖环节嗯让我们的那个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准备一下我们的抽奖环节 Lisa 呢请帮我们倒数三二一三二一嗯三二一之后呢就会开始我们的弹屏抽奖嗯系统后台将会那个弹屏抽奖按钮抽出五位幸运观众送出 Lisa 同款的当你柳香珠歌一瓶哇太大的福利了那么接下来请 Lisa 来倒数三二一三二一世上最可爱的三二一了好的谢谢对呀、啊、就是拼手速拼手速的时候了现在大家成功了吗哦幸运的主角将会是谁呢哦我相信我希望是你正在看的你那么请中奖的朋友们呢凭这个中奖的截图和淘宝 ID 截图私信当你官方微博就可以领取嗯，属于你的 Lisa 同款当你留香珠一瓶那么马上拥有香气四射的精致生活那好的那么刚刚我们聊了这么多的在舞台上魅力四射的自信做自己的我们的 Lisa 的故事我们聊聊了那么生活中的 Lisa 是什么样的少女呢什么样的女神呢人间芭比 Lisa 是不是像我们的日常生活一样就是平时非常精致的猪猪女孩一样吗还是爱美爱香爱拍照的小仙女呢我也特别好奇那么让我们一起来采访一下 Lisa 练习生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呢有什么样的 Lisa 那时候然后练习是 练舞的时候然后在舞台上的时候就是状态呢有什么样的不同的一点呢มันต่างกันตรงที่ว่าพอเราขึ้นไปบนเวทีเราได้เจอหน้าแฟนๆทุกคนที่รอเชียร์เราอยู่ข้างล่างค่ะแล้วเราจะมีพลังขึ้นมาเราแบบมี energy โดยที่เราไม่รู้ตัวแล้วเราจะสนุกไปกับstage 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ะ就是啊那么在做导师的时候呢就是看那些新的那些练习生很多是吧见到大家的时候会想到自己练习生的那个时候吗会想到那个연습생으로하셨잖아요그러면연습생을프로그램에서많이보시잖아요그러면그예전에연습했던게막떠오르세요네그리고안쓰러운마음도좀있긴하지만아가까운로스เขาเรียกว่าอะไรเห็นใจน้องๆค่ะเห็นใจน้องๆบ้างแล้วก็แต่ว่าคือเห็นความตั้งใจของน้องจริงๆนะคะก็เลยเป็นกำลังใจให้ทุกๆคนค่ะ真的非常贴心的非常好的导师对呀、啊太棒了那 Lisa 一定要把你的那个喜欢的当你分享给那些女孩了吧그거의다운이를좀이렇게소개해주시기도하셨을것같아요어떠세요그분들한테아가고그녹녹엥거밥똥소음간밥네라야웨라티밥난네홍앞앞아가고를미간밥밥와롱샤이다운이두나라이게만쇼이징징만데글린홈라러저메이크리에드하만만클라이크리에드하原来是这样的呀那由当妮的香气搭配的话呢就是非常辛苦的练习舞蹈的那种过程不会不用再辛苦了我这么相信的就是听到我们 Lisa 的介绍可以感受到了我们都知道 Lisa 平时呢非常会穿衣服是不是那么经常因为这种非常会穿衣服的这种风格就是
很多人都追捧他，然后呢模仿他，是不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作为时尚 icon Lisa， 帮我们教一下啊、分享一下这种搭配，就是衣物的搭配、香气的搭配，好吗？大家观看直播的同时呢，大家可以带话题当你 Lisa， 然后发送美美的 Lisa 的直播截图，并 at 当你官方微博，将有机会获得 Lisa 的签名写真哦。然后呢 Lisa 的香气小课堂现在就开始了。好，我们移动到这个地方，移动还是该啊。好，我们来到这个漂亮的哦，哇，这个产品区。好，我们请 Lisa 一起到这个来到这个产品区了。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个场景，嗯，好吗？第一个场景是和朋友一起逛街的，那个场面。那么接下来呢，如果和朋友一起逛街的话呢，你会推荐什么样的搭配呢？ปกติว่าเราเป็นคนที่ชอบใส่ครอปท็อปแล้วก็กางเกงยีนส์ตัวโปรดนะคะแล้วก็เลยเวลาไปเที่ยวกับเพื่อนเนี่ยจะเป็นอะไรที่แบบค่อนข้างแคชชวลก็เลยจะเป็น grass smell grass อ๋อ非常有道理啊听我们的 Lisa 说明之后非常有道理而且呢 Lisa 还考虑到了非常十分周到然后呢还那考虑到了天气是不是太棒了那么我们可以看这个大屏幕上啊 Lisa 说的哦对啊 drop top 很漂亮很漂亮对啊这就是日常的出街装扮然后呢精致的那个露药妆然后搭配的香味就是搭配的草木清香当尼哦草木清香当尼那么草木清香当尼和这个那个风格的话一起的话清爽一整天是没问题的我觉得太棒了那么接下来呢第二张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呢Lisa 的朋友当中或者是粉丝当中肯定会有很多男朋友女朋友的粉丝们是不是那么如果情侣约会的时候你建议什么样的搭配呢那就变得 one piece 类型哈嗯的มีแบบลูกเล่นน่ารักน่ารักนิดนึงใช่ค่ะแล้วก็อาจจะเลือกfragrance เป็นซากุระค่ะอาจจะดูแบบมีอะไรนิดนึง对呀、樱花啊、樱花香推荐了就是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Lisa 推荐的 One Piece 哇少女风太漂亮了就是精致的一个小仙女裙搭配了樱花留香珠对啊自然清香可以拉近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是不是非常适合情侣装非常适合那最后一个场景呢最后一个场景是首先问一下我们的 Lisa Lisa 呢喜欢吃中国的火锅吗好为什么这么喜欢喜欢火锅喜欢没먹을수도있어太好吃了韩国也有美食非常多的比如说部队锅啊韩国烤肉啊这种经典的好吃但是呢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很容易留下气味的美食是不是那么我就是跟一起朋友那个吃火锅的时候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呢ปกติถ้าเกิดว่าจะไปกินฮอกอเพราะว่าฮอกอค่อนข้างจะมีกลิ่นที่แรงใช่ไหมคะก็จะใส่เป็นเสื้อเปิดไหล่หรือไม่ก็เป็นเสื้อยืดธรรมดาแล้วก็ใส่กางเกงยีน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ะไปกินแต่ว่าไม่หวั่นค่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ราสามารถใช้red rose ได้ค่ะมันยับยั้งกลิ่นได้ดีมากๆเลยค่ะ red rose 啊然后我们还有准备了照片对呀、穿着这样的那个衣服那个打扮然后呢就是用我们的这个 rose red rose 这样的香味的话这样的话呢就不用怕那个火锅味了对不对是吧就不用怕了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到底怎么神奇的那种当你留香黑科技呢为什么这个不用怕这样的香味呢让我们接下来呢看看当你 R&D 科学家 Siri 为了大家从专业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请看视频
大家好。那么这一款当地留香珠所蕴含的长效留香技术，是我们在美国的实验室研发了8年之久。那为什么叫长效留香技术呢？它其实是一种智能包裹技术，它能够紧紧地包裹住香氛精油，只有当衣服产生摩擦的时候，这个香氛就会被释放出来。那比如说像我们走路、拥抱、握手，甚至你穿衣服的时候，衣服经受到摩擦，所以衣服会闻起来非常香。那这一款当地留香珠洗过的衣服，你就在正常穿着的时候，它的衣服非常香。那当你运动流汗，就像这个时候呢，其实越流汗，那你的衣服会越香。所以真是名副其实的衣服香水，它其实比真正的香水留香的时间还要长。那我们真的做过实验，会看到洗过的衣服放在衣柜当中，经历了一个季度，你再把衣服拿出来之后，闻起来这个衣服还是香喷喷的，所以它真正是一款衣服香水。真的太神奇了，就是刚才听到专家的说明之后呢，我也被当地留香珠就是完全那个种草到了，觉得太棒了，哦，真的太厉害了。那么刚刚我们的 Lisa 也穿搭那个教学的小课堂，可谓是干活满满。 Lisa 身上所有展现出来的自信随性的那种女性魅力，也是与当妮的十分融洽，是不是？因为特殊的原因，我们现在呢在韩国这个做活动，是不是？而当妮的品牌嘉宾代表也无法来到我们的现场，所以呢她特意录了一个视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当妮品牌副总监 Francis 是怎么说呢，有请。Hi Lisa, welcome to join Downy's family. 大家好，我是 Downy 的品牌副总监 Francis， 很高兴我们今天可以跟我们的新代言人 Lisa 一起为大家带来这场充满香气的活动。首先，我要代表 Downy 欢迎我们的新代言人 Lisa 加入 Downy 的大家庭。Lisa 身上特有的健康、自信与青春活力，与 Downy 品牌所倡导的生活态度不谋而合。我们希望可以鼓励更多女性勇敢秀出自己，随时随地散发魅力状态。2017年，我们将当妮留香珠引入中国，从此在消费者中间掀起了使用衣服香水当妮护于留香珠的新风潮。今天我们携手当妮品牌代言人 Lisa， 希望大家不管在运动还是跳舞的时候都可以无惧汗水，因为有当妮的陪伴，不管是异味、汗味还是火锅味，都可以让衣服一直香香美美的，让你无惧汗味，越捂越香，当妮就好。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继续支持当妮和 Lisa，谢谢大家。对啊，非常感谢，非常我们首先移步到我们原来的位置，好吗？好，非常的感谢当妮品牌副总监 Francis 精心准备的视频和他的发言，真的非常感谢。那么相信不仅是我们当妮品牌所有的喜爱 Lisa 的朋友们，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都是非常的开心。大家观看直播的同时呢，大家可以带话题，话题是什么呢？当妮 Lisa， 然后发送美美的 Lisa 直播截图，并且当妮官方微博的话，将会有机会获得 Lisa 的签名写真。好，刚刚我们已经聊了很多内容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越舞越香当妮就好活动要进行一个开心的互动，我们还准备了互动。接下来呢，我们首先呢进行一个互动。第一个互动就是大家都知道 Lisa 就是拍照片拍得特别厉害，非常有技术，是不是？那么趁这个机会呢，我们一起来邀请我们的 Lisa 来进行香气五连拍，好不好？No problem. Yeah. 对呀、我们的 Lisa 说 No problem. 好的。对 Lisa 来说，就是其实挺简单的，我相信。然后呢，我们还准备了特别特别可爱的这样的，怎么样？这个可爱吗？叫不叫？对啊，非常可爱的那个。然后呢，
还有我们的真草木清香。好的，首先呢，一号一番 ，number one， 三二一 ，OK， 포즈 두 개， 结束了，다른거，还有 number three， please， 三号啊 ，number one， 三二一 ，OK。最后一个，加加，好 ，one two three，three two one， 三二一，呀，太可爱了，谢谢，不愧是 Lisa， 不愧是 Lisa， 真的太可爱了。哦，你想带吗？계속하시고싶으세요？고생하셨어요。谢谢 Lisa 的五连拍、六连拍了，哦，太漂亮了。好的，我们拍照完毕啊。那么就是刚才我们摆 pose 特别厉害，是不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行第二个互动。对，第二个互动呢，就是 Lisa 今天非常贴心的准备了，为了中国粉丝的一个小礼物。那我看到都非常的就是想要拿到的礼物哦，而且呢，那我们首先移步到这个地方啊，走吧。哇，这就是我们的 Lisa 为了大家准备的礼物，总共有几个呢？一二三四五个。哇，太棒了！都有是什么呢？那个，请我们的丽莎来那个介绍一下。卡哥，这米 poster 呢哈。哦，海报。那个，这边 key ring。哦，钥匙扣。Lily， it's me 。And also me， but AirPod case， AirPod case 卡。那个，这边 photo book。Been special limited edition. Wow. Photo by me. All by me. 对呀对呀，我们的 Lisa 喜欢拍摄。卡那个 Downy 卡。总共有五种。好的，正好，哇，这么多。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的 Lisa 签名一下。来 ，sign 一下。哇哦。哇，太幸运了，收到这个礼物的粉丝们呢，就是太大的福利了。首先呢，这个请我们的 Lisa 签名 ，Lisa 我正在签名。然后呢，大家正在观看我们的直播的同时呢，如果你那个带话题。这个那个，当你 Lisa， 然后发送 Lisa 美照到微博，哎，当你的话呢，将抽出幸运的粉丝。现在我们的 Lisa 正在签名的，这个写真，写真将是你的了，就是一份，只有一份，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加油了，加油！希望幸运儿就是你。而且呢，如果你想要获得其他的现在正在签名的礼物的话呢，比如说钥匙扣、耳机壳、签名海报，或者当你留香珠的话呢，请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和当你官方微博，然后就是关注一下我们的抽奖信息啊。对啊，一个，我正在我们的 Lisa 拿着给大家看看这个签名好的海报，我这个签名好漂亮。사인이너무예뻐요有星星별도있고네好的哦，然后呢，除了今天这么厉害的这个签名那个礼物之外呢，我听说我还有一个新品的上市。那么 Lisa 知道是什么吗？新品。我们当你还有一个新上市的新品啊，我问一下 Lisa 知道叫什么？그리고새로운신제품이있대요어신제품뭔지아세요네 ของใหม่นะคะ Downy Softened Beats Softened Beats Softened
对啊，这是关键词 soft。 是的，这款新品呢就是首款固体柔顺剂，将会同时实现柔顺那个洗衣和衣物的流向两大功能，然后使用还非常的简单，直接一起放进洗衣机就行了，然后呢可以直接能够解决你的多重的洗衣的需求，然后呢刚刚我们的 Lisa 给粉丝们送出了很多很多礼物，其实呢今天我们的 Lisa 的那个粉丝们武器们也有一些话要跟你说，跟那个给 Lisa 说，是什么样的话呢？我们提前收集了很多武器们的一些愿望，那么希望我们的丽莎可以在实现他们的愿望，那么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听那都是什么样的愿望好吗？愿望好吗？好 Yes， 到那边我们确认一下大家的愿望是什么。大家观看直播的同时呢，大家可以带话题，当你 Lisa 发送美美的 Lisa 的截图，并且呢 add 当你官方微博，将会有机会获得 Lisa 的签名写真。哇，好的，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粉丝的心愿是什么。心愿是什么呢？他说我想要看 Lisa 的花心笔芯，花式笔芯哦 ，Lisa 的花式笔芯，哇，我觉得吧，这个对 Lisa 来说一点问题都没有。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正在想一想，苦命的微信哥叫，正在想一想。那么接下来，我们慢慢的请我们的 Lisa 来用五种方式来花式笔芯，好不好 ？OK， 打扫本，对，打扫。다섯가지포즈 네 하트 하트를 만들어볼게요 五种的 好那么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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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one 一二三呀！哇，就是哇，这么快，哇！经常拍摄的嘛，就是专业的人，就是不同的，哇，太棒了，真的，就是比心匠人，我们的 Lisa 是不是？我觉得吧，始终不同的 pose 也没问题，我觉得是吧？好的，大家截取到 Lisa 的刚才的笔芯吗？这样的话呢，带话题，当你 Lisa @当你发微博，将会有机会获得 Lisa 签名写真哦。只有一份，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现在就是加油加油。我们来看看第二位武奇的粉丝愿望心愿是什么。他说希望 Lisa 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哇，还担心着身体的那个粉丝，那么多多在微博和中国粉丝们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那么 Lisa 会经常在微博上发自己的照片吗？พยายามที่จะลงรูปอยู่ค่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พราะรู้ว่าทุกๆคนก็อยากเจอแล้วก็คิดถึงหนูอะไรเงี้ยค่ะแล้วก็ด้วยความที่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ตอนนี้ยังไปเจอไม่ได้ก็เลยอาจจะต้องลงบ่อยมากขึ้นค่ะเพื่อแฟนๆทุกคนค่ะแล้วก็ stay safe everyone对啊就很令人感动的哇，非常漂亮的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再看一下最后一个心愿是什么好吗？这位粉丝说的是快到520 Lisa 可以教我们用四种语言。对啊， Lisa 是语言天才是不是？可以说我爱你吗？我爱你。天哪，哇，就是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大的福利了，我觉得。那么现在呢，就是现在就是5月16号，那么就是下周就是520。
所以呢，很多年轻人呢，会和自己的伴侣一起什么度过这个节日。那么丽莎可以教给大家，用四种不同的语言来，说我爱你。这样的话，520的时候就是很管用、很实用，很多人会使用。好的，怎么样？现在开始。我爱你。中文。I love you。英文。사랑해。韩文。신나쿤。아哦，这个我想学一下。저도태국어를어떻게한다고요？아신신락락쿤쿤신라쿤신라쿤大家学会了吗？呀！太漂亮了，太可爱了，是不是？学会了吧？我也学会了。신라쿤大家。对啊，其实是不只是那个教学，也是丽莎就是一直以来。对大家的一种表白了，一种表白，是不是？希望在520的时候呢，大家都可以带上 Lisa 的同款当你留香珠，拥有随时随地的散发出自己的清香的魅力，完美驾驭多个场合，和伴侣、朋友、家人在一起，开心度过愉快的节日，好吗？好，真的非常开心能够和我们的丽莎度过这么美好的晚上啊。那么今天呢，乐舞乐香当你就好直播活动呢，快要接近尾声了。在直播结束之前呢，我们还要进行弹屏抽奖。那么请工作人员和我们正在看着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准备一下，准备好了吗？好，那么请我们的丽莎倒数321之后呢，就会弹出抽奖按钮，抽出五位幸运观众，获得当你留香珠一瓶。那么接下来，请我们的丽莎帮我们倒数吧。321，开始。好的。那么中奖的话呢，请中奖的粉丝把中奖的截图和淘宝 ID 截图私信当妮官方微博，就可以获得签名的海报。那么谢谢 Lisa， 我们就是、谢谢谢谢我们 Lisa 今天帮我们做了这么多轮的福利抽奖，真的，就是喜欢 Lisa 的朋友们，这是一个最大的福利了，真的非常的喜欢，谢谢你，然后给很多喜欢 Lisa 的朋友们，就是带来了非常棒的、非常厉害的洗衣体验。好的。今天的我们的直播间呢，一共为大家推荐六种不同的香味的当妮留香珠，都有什么呢？红玫瑰香、粉红茉莉香、草木清香、樱花、兰花和薰衣草，以及两款不同香味的柔顺留香珠，樱花和罗兰。会让大家的那个洗衣服的时候呢，让衣服持久留香，而且呢越动越香。大家记得开话题，带话题，当你 Lisa， 然后发送 Lisa 直播截图发到 @ 当你，然后那个我们将抽出幸运的粉丝，送出 Lisa 的签名写真啊。大家如果你想要获得其他签名的礼物的话呢，比如说钥匙扣、耳机壳、签名海报、当你留香珠的话呢，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和当你官方微博的微博的获奖信息，请多多关注一下大家。那么我们下次再见。那么今天的直播就要结束了，接下来呢，最后请我们的 Lisa 和大家说再见吧。ค่ะก็ขอบคุณทางดาวนี้มากๆเลยนะคะที่ให้การสนับสนุนหนูเป็นอย่างดีค่ะแล้วก็หวังว่าจะได้มีโอกาสไปเจอแฟนๆชาวจีนนะคะแล้วก็ please stay safe everyone ขอบคุณทุกคน I love you